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一到十一届贤师同修，好，下午这一节呢，我们就来谈风水学，阳宅风水学六式。六式与六亲和六甲、六兽，都息息相关。啊，这个是阳宅风水四圣地。过去为什么社会上学术界宗教界对研究中华文化道统的人啊有所误解不理解，因为他们没有进入这法门，所以执着下属摸象，才会造成很多的误解。所以这一节呢，我要为各位啊，将阳宅风水学的吉凶祸福，以最简单的方式讲给各位了解。因为我们都是从一界到十二界。啊，最久的跟我26年，大家对于风水学的了了分明，尤其我们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袁毅法师，他是第一届，啊，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常务董事。啊，对于风水学的包容性啊，非常的理解了啊，所以我们一起将中华文化传统文化易经风水学来以现代语言啊，现在社会啊，科学时代，科学文明，我们把它融为一炉，就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问题，只有当下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节我要为各位来阐述六四、六亲。六甲、六兽，啊，六四啊，这个是文文路，
造神位啊，还有床门路造床神位，还有床位啊，加重的啊，有的是水塔，也厕所，都是六室。六室不是天南门的六室哦，而是风水学的六种事关人类吉凶祸福。首先要先来横路，路啊，不可直冲，不可直冲。不可反攻，反攻的反跳，反攻的反面无情啊，做事啊颠颠倒倒啊，直冲就会有横祸，因为直冲的路它是一种无形的剑，由于电他的房子被路冲了，那就严重了。回顾我们在云林某一个国小，这边长长的路有600公尺的路，4米路，形成一个剑煞，所以当时校长啊来宣我是。来求老祖说，谁向我们不平安？主管老师、主任等，不是肾脏病就是乳癌、肺癌，不知道怎么搞的，很不平安。所以我就到学校去看了，发现第一个路站在这边一支箭下去来，很长500-600米，没戏嘛，剩半条命啊！我说你这个是这条箭伤到了，暗箭伤到了，而且是西边，西边是金，六甲是金，而且是伤少女，对折是少女，所伤的都是女老师、女主任。问你在这里六四，那校长。我赶快改，你要改好啊，家长会同意我才会来改。所以这个是六世与六亲和人世的利害关系啊，祝福各位。
位维新贤士同修，本维新圣教的法门是安定社会啊，安定国家，更是世界和平的上圣心法。若是学校不平安，老师没有精神可以办学教学，而就造成满城的风雨啊，误为老师行为不正啊，误为校长办学不利，太冤枉的太多太多太多了啦。所以我就跟校长说，你把门要改，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要转要智慧，否则没有办法来转。所以这个学校路是不变的，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那么你就把它锁起来封起来，把门移到这边来，躲过路冲路煞，那你就平安了嘛。啊，所以校长啊，那很高兴的说，好，马上就改。啊，家长会没有钱，学校没有钱，那他去想办法去化缘。所以改了，很平安哦，到现在来将近20年了，就没有再发生那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啊，这个是六事其中的一事。六亲，你看他哪一个方位来？他是西边来，西来的话是少女，东来长男，三男中啊，北来啊就是中男，南来中女啊，这个是和八卦的方位息息相关啊。若是坤方来，西南方来，是伤老母啊。东北来，来冲啊，伤少男。东南来，哦，就伤长女。啊，那么西北来，就伤老妇。这是六亲，每一种都有伤人的几率特别高啊。曾经我们有某一位乡镇公所的镇长，这边
坐北向南。啊，这里有一池水，坐在东方。啊，坐北向南，路从西而来，没有事。啊，进到里面来，它的池虽然是龙边，但是气运东方，好客中宫三干啊，那么他要我去看他的家，我一进去先看特别的一道水池，啊，坐北向南，而你东方悬空哀星，哀起来扣中宫，所以你会伤肝哦，要注意，而且是伤男的。好，那这位市长。哦，是啊，他的肝最近胀得很厉害，啊，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说你换了水池，啊，好风水，啊，你呢？你用错风水学的法则，啊，或者说人家说。很好，我请地理师来看。那请地理师来看就好了，你何必又要找我？用不多啊！我拿着我来等啊，我爱尊重你的地理师。要输啊，不要了，这样了，你看我问题在哪里，你告诉我。啊，你就是水池。啊，原因转到这个二十年，这个位置是伤肝，而且伤长男。他家呢生了两个女儿，没有男生，那只有老公自己来承受，这是伤肝。啊，那怎么办？很简单嘛。最闹老掉嘛，那鱼呢？你要命或是要鱼？恍然大悟，啊、哦，鱼两心上河浪，啊，自己命要紧。第二天的闹老掉啊，鱼也叫人来抓抓去啊，啊，渐渐的稳下来了。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嘛！你不信，问题就这样；你信了，你还有可以救。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烦恼，环境学，各位不得不注意。你要注意，一定要学。要修正确的风水学圣法，祝福各位。各位微心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路是一个人啊出门之后事业事与不顺，平安
与不平安的一个法则。衰禄这法门我们所要讲的还太多太多太多了，那以后我们一一为各位来阐解。好，再来这门，门是纳气之口，门千金储犀牛，门有一千斤的重，房子只有四两重，所以房子盖得多漂亮，若是门开错了，反而很不好。我曾经在美国洛杉矶比佛利山庄，我们一位同修的家啊，盖得很漂亮啊，我们是师兄弟啊，很细心的盖，盖得不错。我去参观了，我说你的门与路都100分呢啊，他跟我说我们的祖师李淑玉祖师每到美国来都来住我家。那么隔壁的下面那一家路呢和门就不搭档，所以那一栋房子不好住哦。黑的家呢，一座山，比佛利山庄，啊，他的房子洋人的房子路反攻，我说你这一栋房子断了一条。他说是啊，好，那么常常搬来搬去，虽然是美国非常有名的豪宅区，搬来搬去。那我这一位同修师兄呢，啊，就坐在路的这一边，所以在这一边的他住得很好，啊，这边呢是反攻出来了，这栋子住不了，啊，这你相信不相信风水，反正就都住不了，啊，这一个案例。房子再好，门开错了，百事不顺。才应了这门千金，储犀牛当。这个案例太多太多太多了啦。好，曾经我们也有一位公堂，啊，他呢？这里路是斜的过来，啊，请哪里的地理师呢？设计跟他设计，我们这里路才能宽广，
啊，所以要我去跟他看，奇怪，公司做不顺，工厂做不好，我去看了，我哎呦，你这里西人哎，这个远远的路冲过来，在前宫前方老妇高血压中风，我跟他说，在前宫来的气是最厉害的，啊，这来势汹汹，前宫是武曲，是元帅，最狠的杀人不眨眼。啊，这位信徒呢，他跟我说，叔啊，啊，他的爸爸搬到这里来，没有一个礼拜就开始中风了。啊，公司呢是限制焦灼，所以由他把他接起来，寻寻觅觅才找到我。啊，问了怎么办？这是文理路，这路，这是文，文路的毛病。我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一个办法，你这就红起来，你把门开到这边来。那就好了嘛，我说师傅啊，这么简单哦，无你要老困难，问我爱不济无，爱济无，我咧拜拜就好啊啦，爱养无，这是未养呢，哎呦，不要迷信呐、啊。啊，风水学和神秘学不要那个搞得糊里糊涂啊！啊，这是路和门，门千金，房子十有四两重，所以我们社会很多住家企业界的公司工厂吃了闷亏，都不晓得。啊，在那边求神问卜没有用啊，你没有法，我求神问卜也没有用，神搞错了，庙还是兴不起来，发不起来。啊，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四圣地，风水学的奥秘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房子造位很重要，造位是一家的平安，造位是一家主妇的平安，主妇平安了、哦，全家平安。主妇不平安，全家乱糟糟。所以我们现在造位啊，很多门派叫做东西司命的，说你什么命要做什么相，胡说八道啊。曾经
有一家要我去帮他看房子，我首先一定要进入看他的灶位，一看，我说你是东兴市命的地理师帮你看的哈，他说是啊，地理师告诉他说他是西市命，所以灶位爱怎样呢？我讲你爱注意诶，啊，定在学会弄个多好巧，啊，那么女主人不多，有病那无病，无病搁那有病，啊，你干那逐天食药啊，你都食不无法咧啊，啊，咱就信徒都是啊。老婆现在还在医院检查。哎呦，你个刷刷过来多好啦！阿弥陀佛啦！他说地理师问他说东西市命，你安那你用到无命耶？东西市命，你那刷好正正过来。平平安安的就好了嘛，所以现在社会真济什么东西市命的地理师胡说八道，你要注意。啊，我就那马上桥，我咧倒桥，啊，这桥桥好嘞，因太太在台中澄清医院澄清。哇，这跳起来，讲也不到好呀嘞，跳刚好好呀，就是灶位嘛。所以灶位，咱爱做注意诶。好，我在混元禅师华语，我说得很清楚，我不再重复。但是社会上，咱爱有这个智慧，啊，过去的灶，现在加速了，过去灶有灶坑，啊，过去的灶，有灶坑。过去的灶有灶坑，现在的灶缺多怕啊！所以这个，咱爱有智慧，古早的灶有这喷气口。喷气口，当然爱有方向，方向要照圆运，照圆运来立向。那么这个瓦斯炉现在照按照方位位置。还要安全，还要丢，啊，清清楚楚，啊，所以不会有什么烦恼会发生。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风水学奥义，啊，我讲了很多了，啊，大家可以详细去参阅。
混念禅师话语啊，你就会更加的进一步造位啊，关系到一家的平安，祖父的平安，造位关系光明功名啊，包括孩子的光明造位很重要。那么悬空哀心是八百方为己，八百方是最好啊，这是忌三必方结心啊，耗财啊，先空爱心啊，以三星推算三星，先用爱心和三星来推算，八百方最好，一百方也不错，六百也可以，主贵，九主方太艳，火太艳了，四立方文昌会被烧掉，三必方。啊，就是会患劫星，四立方勉强可以啊，因为木火通明，吉中带凶而已，凶中带吉，吉则多。二黑方火生土还可以，五黄最好不要安灶位，五黄是廉贞星啊，是商家的女主人啊，男生男主人会比较不平安，奇奇怪怪的病检查不出来，就在五黄方，戊己五黄方啊，最好能够避免就避免，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不论什么命，弄错了就没有命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要修好学好，阿弥陀佛。慧心贤士同修，六世传位啊，传位关系到一家的平安，睡睡不稳，所以传位是安魂力魄的啊最高境界啊，传位没有东西是命，没有东西是命，就说曾经我们一位师姐在台北，我换比那钱顺顺，我你一定床位错了，我你是不是跟老公
东西司命的晚上睡不着，老公东司命啊，夫人西司命，所以地理师跟他说你要睡头向东啊，你才会健康。我问你，你给大家跟他徛偏恁翁的脚烧，你都没可能啊。我说对啊，啊不是拢没可能，老公脚真臭的。啊，地理师跟他说要东西四面要怎么睡，胡说八道，没有智慧。好，你回去把床调过来，同一个方向就好了嘛。好，等于一直给他悄悄过来，一觉到天明，再过一个多礼拜又到宣佛寺来了，脸色发光发亮。啊，师父啊，谢谢你。啊，我的脚比我翁的脚臭。啊，我坐倒过来嘞，我翁嘞，哦，足感感恩，逐个要困以前个，谢谢。啊，所以咱爱有智慧，无东西四面的问题，床位的爱注意的，上惊。厕所在后面，啊你呢？后面是厕所，头壳你睡了呢？脑神经衰弱，啊，曾经我在雾峰某一位政治的路，我到他家做事业，厕所在中宫，啊，夜变成灰，啊，因囝的。这条书啊，设计安尼，我讲你真傲嘛，分析。啊，头壳这厕所，那还无智慧啊！我设计书啊，设计讲的上好，动身上好。我恁这边无命，你爱注意，中风哦。伊讲因太太都中风啊。搬过来家的人，才中风。啊，我才看看的，来楼下甲看。太太看了我，足激动的，喘着喘到开头啊，抖抖抖，胃讲袂出来，有够可怜。王力，身一个政治人物。结果才无智慧，你莫好咧害死伊啊！啊，你只囝，啊，大家头壳嘛未清楚。伊讲阮囝是无啥啦，等下就要爱钱尔啦，六亲不认啦。啊，老母安尼咧，伊嘛无差别啦。啊，就我好啉醉醉就等下啊。等下就个老爸讲爱钱啊，母甲一家伙乱糟糟。我甲讲你今日这风水拢改掉，你改安尼过来，吼、哦！啊，你这个位置间，哦，这个你爱改就改掉。
讲老师啊，那改掉伊个地理先生来看，伊无欢喜个。我讲你是爱命爱民主，先生别个来啊，你放心嘛。这个先生已经做先帖啦，拢人讲唔对，看唔对了，真侪案例拢唔对去。这个做先帖啦，哟吼，松一口气，安尼勇敢啊，悄悄，悄好了呢。哦，有一天我碰到我，啊，老师啊，足谢谢哦，太太这家足好势，啊，囡仔嘛拢家足乖，啊，饮酒歹习惯拢无去啊，那遐厉害啊！我哩在厝个风水问题嘛，所以各位同修，恁是老早个化身呢。神的化身啊，只要依法来学习来学修，免听遐小的上有诶无诶啦，啊，不懂的要被讲指点，尤其装潢设计诶，更要学习风水，那无因果业力你爱甲你负责，但是要负责的是。业主都去伤着啊，未好，所以同修，咱那个指点好的正确的风水学的法则，所以床位吉凶祸福，六世的吉凶祸福，跟六亲息息相关呐、啊。我愿我们各位贤士同修们把《易经》学好，啊，大家来共创和谐社会，啊，来使家家户户平安，那我们就功德无量啊啦！啊，所以行功立德就是学好风水是最好的不二法门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